你是不是想要阿姑啊？阿姑想到我要，想要处理，按照处理条，他给你。小心，小心。要这个图吗？好耐哦！哎，黑面只要出现，就要不是海边，就是。 就是那个遥远的养殖场，真的很抱歉。不是，我们是为了要让德胜就是恢复记忆。我的荧光笔，真的湿了，湿了，天哪，我好恐怖啊！好可怕，湿了。我的舅舅跟我说。 这天气不好的时候，赶快修理，像天气好像早点出海。哎呀，我恨你舅舅！你舅舅是怎样？舅舅到底是谁啦？我舅舅非常符合剧本里面的需求，就是天气很烂。老天爷有在看剧本啊！老天爷有在看美丽人生。好大，他看到我翻到哦，这天让他下雨。我们好可怜哦。对啊。好，大家那么冷，那么冻，你知道天气多吗？ 我干嘛一大早天还没亮去梳化、啊？你有差吗？你的梳化都没了。等下头发要直了。对，越演越年轻，因为我变直发。现在是几度啊？我看16。但我觉得体感应该还要再降2度。对，应该是因为雨那么大，风又那么大。16，16降5度，是凉是寒。 好可怜哦，你看看这些工作人员，看我们大家多辛苦，你们能不看吗？哎，最近都宣传了。对啊。我都请假了，休一下好了，你放下来是吧？我已经工作过了，我是什么退休，没办法过来，就是手边有其他工作。没关系啊，我先看看，到底休息好，明年能早点出海。认真提出改剧本申请。 失败了。啊，你就是那个。他很怕去，他就把头绳啊，然后不是有一个就是隐形手机吗？那我就可以在那边说，哎妈，你出去要记得带手机，他就带去了。你不觉得我那个改得很合理吗？是我说多一颗灯泡就干嘛嘞？已经有欧明这个大灯泡了，还要多我一个干嘛？干嘛？你不是让你丘比特啊？丘比特，我就觉得吼，打个蝴蝶结，不然叫个救护车，欧明应该也是可以。 想到OS为什么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？刚刚跟我困在船舱里面的人是OK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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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起来，连人都站不起来。小心啊！我过去看看。导演，我们赶快离开这里。对啊，这里好难，这里好恐怖，太矮了。我连我都这样子了。对啊，可以的。不可以的。你看，不可以。还坚持自己高，你把拖鞋子脱掉。我要看爬力。脱掉我也还是高，好不好？我现在这样凹，你有看到？我们上去看看。小心啊！上去了，你家啦，你家啦，你家啦，晃晃晃，老板，就这样，多谢，好气哦，谢谢。林坤说你终于认得我了，然后你就昏倒了，然后我就再昏倒就好了。好，快点，快点，好，再昏倒，赶快，为的就是你这个昏倒，还有撞到头，我不记得，再顺一下哈，完成一次，我刚本来很想直接把雨衣撕烂，可是还在下雨。真的是不要再来一次，不要了，不要，拜托不要再跟船有任何关系。辛苦了，本川，本川，哎，好给你了，好给你了，本川，
哎呀，今天你天气真好啊，你玩什么啦？没事，不用担心。哎，今天天气怎么样啊？明天下来检查。谢谢陶君女的关心，但这船啊是渔民吃饭的工具，早点修理好，他们也能早点出海。阿蒙，上靠边船回来再沟通啊。几位师傅我都联络过了，有些说什么已经退休了，修不动了，要不然就是手边有其他工作，没办法过来。我兵的舅舅说啊，趁天气不好的时候赶快修，天气好了他们才能出海。不过天气安尼是危险嘛。这种气候是小事，我还是赶快修一修比较妥当啊。今天天气太歹啊啦，可是我这里不倒的麻烦啊，我看你听听过你的话好啦。什么大风大浪我没见过了，不用担心，我赶快修一修啊。你是想你阿姑啊？阿姑是到位哦，想要修理，安尼处理行得紧。风雨这样就大，你还坐哩呢啊？我知我知，那你进去。先走哟。我也不知道，我们上去看看。哦。来，小心啊。你过来，你门怎么拍不开呢？我来看看。小心。啊！奇怪，门怎么打不开啊？应该是什么东西勾住了，我撞看看。你看这里。不行啊。你一张手机啊？阿伯，你今嘛先卡在后边。我今天要上船，怕手机掉到水里，所以没带。我再撞看看好了。大师，你看一下啦，大师，你先撞。草根妞，你有没有感觉越来越闷，越来越热啊？要收起来了，要收起来。工具都太小了，怎么安暖？前两台，我撞门。可是你，不行，你还有一家子要照顾，你先走，不要管我。对啊，哦，你刚得知你准定检查啦，阿舅要去找我阿姑来。哪里你坐下去啊？哦，好，行啦，行啦，行啊，行啊。哎，大伯，不是啦，妈，美惠，我你家，来美惠，小心，小心。你干嘛想？乐贤，妈，阿伯，恁哥有要紧，你拄仔叫我乐贤。阿伯，你受气啊？你敢来给我一下？明慧，阿伯受气啊！阿伯，不是，阿伯。不是，阿伯，站住！欧巴。